害羞肉的那上，有没有看我身后这间 LV？ 看得到吗？很精美，中华很漂亮的 Nigo 的外观的 LV。这间 LV 为什么要叫它？它很特别，它是 LV 在全世界唯一一间只给男生的店铺。那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只有男生的东西。这个地方是涩谷这边新盖好的一个算是 shopping mall， 那名字我还不知道。它所有的店铺都是28号，这个月28号才正式营业。但 LV 啊，它开放给会员，就是做事前预约。在这个礼拜的星期一到28号这段期间，只给会员，然后必须预约才可以进去。那我有上网预约，刚好也是会员，也认识里面的那个 sales。那我约一点，那在10分钟一点就很快进去吧。Let's go。我自己买了一堆东西，我花了10万块日币。Oh my god！ 我语无伦次了。我进去那个它的氛围实在是太好，而且刚好遇到会讲中文的 sales 啊，而且他是台湾人，所以就忍不住就买了这个。而且你有看到他那个纸袋吗？这个纸袋啊是这间店限定的。看到这个 Shibuya Men's Japan。就只有这间店才拿到这个纸袋，而且要事前预约，发完就没有了。我运气很好，那这个纸袋可能之后就拿不到了。但是他这间店还会一直在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，做个纪念。毕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间给男生的精品嘛，我还没有看过有哪一间精品店拍那种就是只给男生的比较少，像那个 Prada 那些全部都没有。那 LV 算是走在时代尖端，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来涩谷，之后等疫情过后来涩谷。那在这段期间大家要照顾好自己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帮我按赞分享，不喜欢的话还有很多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在等你哦，拜拜。等等，先不要离开。在离开之前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每周三跟每周日晚上不一定准时发片。然后我们有 IG 跟脸书粉丝社团，社团的账号我会放在这边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 follow 哦。这里是 Show Around， 我是 Nick 徐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